小雨，开雨在哪？开了八点啦，小雨不见了，我消失了，直接离开这个室，直接不见了。我们还帮作者开一个小门，直接飞升职卡，直接回来，太正常了吧。那我们今天要来玩这个幽灵躲猫猫，这就是那个人类方是这个隐形的状态，但是走路会有粒子，猎人就要透过那个粒子，或者是你反正你就一直挥拳，因为力量255，你只要有挥到人，对方就会直接死哦，嗯，对。因为上次结束之后呢，其实作者有在更新，有新的地图，也有一些道具可以使用。哎呦，对，他说有售价，我不晓得他是怎样获得。反正我们玩了就知道，好不好？这个幽灵方呢，是有这个缓速药水，可以让猎人被缓速五秒。感觉不太像是缓速药水，感觉是一个技能，一使用就会有。嗨嗨。不客气，你忘了关吗？有必要吗？你忘记关了？来，另一个的话，猎人的技能呢是开眼，所有的幽灵发光三秒，这感觉非常的 OP， 就不能在那边乱救客人了。对，然后我刚刚发现他这个地方都好多箱子哦。对啊，什么鬼啊？刚刚开台之前，我看到迪叔有在这边动手动脚。你学坏了，天哪！你坏坏，谁这么饿啊？都把西瓜给吃掉了。谁呀？这么饿啊？谁呀？看来有人很饿哦。我饿了。我们今天就直接来玩他的新地图看看。好啊，有11人嘛，两个猎人。他还有道具模式，我们就直接开启试试看。好啊，道具模式，对，是狼人杀、啊。不晓得这个是地狱场景哦，六分钟的时间。好，六分钟，呼一声，还要再按哦。这里 ，Go Go， 小鹿是谁？小雨跟雨燕，小雨，好。哎呦，这是砸经验瓶，然后怎样买这救可是救可用的，救可用的就可以。经验瓶只是救可以。我在这里。哦。太快了。你又死来了，我们还在研究啊，白痴啊！来不及啊！我竟然转圈挥了一圈就死了三个人。我的天！好啦，太可爱了。游戏结束问号。不给人研究啊！不给人研究啊！这个鬼鬼太快出来了吧，肚子！你耶！我救鬼！不要站在门口，毛小松，我先问一下。对啊，没有，我以为你们先隔起来。我们规定了鬼30秒后，好不好？30秒后，他等下是7200啦，所以7130可以动。好。再来，哎呀，没有哎，那200，-200动，-300，负300，一直加一直加。他买东西好像是要用那个等级吗？用经验值，所以经验值不用了。要负300了，赶快跑！太麻烦了吧？还没过去哇！对啊，我们还没过去。你还没过来哦？啊，所以刚刚我们真的在累。我们在那边等了差不多快5秒10秒吧。对啊，他现在已经，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动？可以讲一下啊。5秒，已经过了，刚刚直接就传过去，现在没有传过去，它坏掉了。坏掉了啊！是没按重置，是没按重置啊，应该是。他每次都要重置哦。对，他每次都要按重置。哦。哦。还想说谁是？
啊，我第一次玩这张机，每次玩完都要重置，丑汉一次，全部都要重选了、啊。哎呀，对，哎呦，好好，那我们现在知道了。嗯，负300才可以跑、哦，300，那就来走走，会是谁？繁星跟露米。我要先离开这个位置，这位好可怕。哎、欸，他的秒数又变成正的了、欸。对啊，刚刚没重置到的。刚刚没。哎、欸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，不要打。啊，我不是那个 Joker。我要帮露露讲话。酱油是直接站在我们重生点地方，在狂丢经验瓶。哦，酱油活该。可以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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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动。可以动了。干嘛的呀？不是要买东西吗？没有，因为两个鬼跟人是同一个出生点，所以。我粘在这，粘在这。我看看哦、喔，哎、欸，他说不能买、欸，上位开放啊！我看也是上位开放、欸，哎，哎呦呦，我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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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目前只有缓速可以买，嗯、对，缓速只有缓速，它耗五等，耗五等，耗五等你可以买一个，耗五等可以买一个。哦，有哦，有使用了，使用了。哎、欸、哎，恭、欸、喜，还用到史莱姆。哦，有那个史莱姆哦，有人丢到史莱姆就会强制暂停啦。谁丢到史莱姆至少、哦欸？是我，是我，是我，我以为那是技能。不是，要小心哦，不要丢到史莱姆。哎、欸，技能怎么买啊？不要动它。来来来，我们再重新来一下哈。再来一次，还要 reset 一下。对对对，他等一下进去啊，那个技能我们刚刚看了，就是他售价就是等级。嗯。对啊，他要购买的话，你身上会有一个书本可以打开来去买。对，是，对。那、啊、你这个幽灵想要等级就是扔经验瓶。那游戏中物品栏有一个是史莱姆球，不要丢到，那丢掉就结束了。嗯，啊，这个要小心，因为它有点简单暴力。好，对，那等一下呢，猎人。鬼的话，那个6600在动好不好？不然的话太快了。刚刚、啊、看6600好像还 OK。6600，这样没问题了吧？一开始要赶快跑、哦。好，3、2、1，走起！是谁？是我，我跟酱油跟波波。赶快跑！6600。好，你们出来了没？出来了。哇塞，出来真的很快。来哦，6600，我看到很多前面还在丢精品的哦。对对啊，对啊，好爽哦，好爽哦。狂丢猛丢啊，可以买吗？对，书对，你们可以先看技能，书技能书。对，可以动哦，可以动哦，可以动喽。来3、2、1，好，这样走吧，我们去找人了。走吧。我听到有人烧起来了，我听到有人烧起来了。够多，够多，够多。哇！哎，开眼，开眼，我缓住他，我缓住他。开，卢比走啊！我缓住他，我缓住他了。兄弟不会跑酷是不是啊？哎呦，我们是要去害人的，你还想害人呢、啊？还想害谁、啊？这边有一个啊！我们可以轮流用缓速缓爆他。哎、欸，迪苏，哎、欸，那个怎么啦？怎么啦？你是拿剑、啊欸？好缓，好缓，好缓！你是拿剑还攻啊？哦，剑跟那个用手打，用手打用手打你们就可以了，你们力量25，力量25。哇！你们纪念品丢好丢满了，好好笑，好爽、啊！而且他其实那个一五的马上买就好了，有没有？超简单。嗯。哎呀，交给我，交给我，交给我！这款数是用掉就扣五等了。来，我要开眼了，买完，买就直接开呀、啊，开呀、啊！啊，有两个人还敢在原地呀、啊！啊啊！我帮帮丢，好危险！丢错了，我把书丢出去了。啊、你是要给对方买技能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很多缓速，不要再开眼了，缓速缓速，不要再开了，一直开一直开，酱油换你丢，酱油换你丢，还啊啊！我还，我也还，我也还。啊、你要在上面吗？要在上面吗？没了没了，我们都不见了，我们都不见了。不要再开了！哇，你哎、欸、你，猎、欸、人的技能是等级是多少啊？他一直跳，他一直跳，一跳一跳。哇，这样子太强了！哎呀！哇！繁星，看看看，在那边，在那边。为什么我不能还他们了？对啊，我捡到一个缓速是什么鬼？
不会不能用缓速了、欸，没有，缓速坏掉了，缓速是用太多了，没办法用了，用太多了，哎、欸，缓速坏了，来了，有修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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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修复，啊，修复，修复，修复，对，还是不行啊，他的修复，他的修复只是修无法购买而已吧，坏了。这边有人啊，这边有人啊，我来来来，再买再买，我再买开眼，我再买開眼。哎、欸，我们不能缓住、啊，你们也不能开眼，好不好？都坏掉了。我们不能缓、啊，你们不能开，公平。开眼，公平啊！好来，公平啊！不买不买不买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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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不用、啊，我不用，大家都不用。上面吧，上面刚刚有两个。下面啦，下面啦。左边呐，右边。前面左边呐、啊，你有看到左边？前面，对，前面。你过头了啦，不要。不要啦，过头了。后面，波波，你后面，波波，你上面，波波，你下面，波波，你左边，波波，你右边。哈哈哈哈哈！又出来！波波，你身体里，波波，你身体里。身体里是，哎呦，差点打到，哎呦，哦，我要被打到，太靠近了，太靠近了，你赶快跑，你赶快跑，很危险那里哦，太可怕了 ，biu biu， 差点被打到，哎，要记住，他最后时间也会有发光哦。对啊，我就等你们最后时间发光。你不要等了，你不要等了。我以为这地图可以跑很多地方，结果其实没有，哎，没有，好像也还好，这地图对。杰克努力躲着，看起来很多，其实没有。哦、我们现在三个人全部都贴在一起。对啊，好恐怖哦！我们瑟瑟发抖，你对啊，他只要打到我们一个，我们全部都倒了。真的，超恐怖的，天哪！我全部躲在一起，哎，哦，太可怕了，好酷哦！我看这里有，好像有看到，又好像没有。哎呦哎呦，剩下是眼睛里了，臭幽灵，哎呦，臭幽灵。我不太好，你是不是不行啊？找不到了，没有开眼，真的就找不到了。对啊，没有开眼，完全找不到人。杰克，你不会热吗？杰克，不要讲话，很烫，很烫。你要看例子，看例子。我要到处找找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好高哦 ！biu biu。我真的找不到，团团是不是在六人呢？哎，这边，酱油你就待着不动了，酱油。酱油，他调最大，全部。OK。哎，你为什么有人捡到金瓶？酱油，你为什么捡到金？因为我刚丢下去的。这里。哎呦，团团，玩过头了，团团。来赶跑啊，熊猫团团啊！因为你地兵地马很多，就可以这样子。还有两只，真的。要被抓光了。完了。是我想一下怎么跳上去。剩下最后300秒，会发光了。发光了，被看到了，变态。这边要怎么上去啊？这边上不去啊！经验瓶，经验瓶，经验瓶！哎呦，时间到了呀！还想要打人？少两个。哎呀，不过我抓的也抓很多人。哎，对，他们抓好多，超多的。有这个道具，果然还是比较凶残。对啊，哎，连续发光，发光是多久可以用一次啊？这连续发光也太快了吧！它等级好像是18等，你可以买一次，好，还是19等？那我们先来个基础场，不要道具。好，对，好，那它一样有经验瓶可以去骚扰，但是就没有用，没有买。对，啊，史莱姆球也要小心，不要丢出来哦。好，关键鬼就是要靠粒子效果。我已经开最大了。哎，对，我要把它开大一点。那来看看会是谁当鬼？这个就不等哦，一开始鬼就直接可以打哦。好，所以要赶快跑哦！三个一跑起！啊，快跑！手要空空，手要空空哦。哦，这张图很难呢。哎呦喂，没什么地方可以做。是谁？繁星跟迪叔。哇，同学，你们在哪？同学。迪叔，你知道那鬼可以蹲着走会比较快。
迪叔，你要蹲着，蹲着走，蹲着走，很快，蹲着走，对对对，一直蹲着，真的真的，骗人，没有你蹲不够多，他鬼有一个，哎呦，你是天才吗？哎呦，哎呦，他不就蹲过你吗？迪叔他鬼蹲五次可以触发技能，你可以蹲蹲看，不要再骗我了。迪叔，你知道站着三秒钟之后就可以看到其他幽灵吗？站着，我怎么避免站着的时候，避免站，避免站。对，但是你只能看到一秒，所以你要把握机会。对，你就可以一直站着就可以了。对对对对对，你就可以当天眼兵了。建议你就一直站着。你现在去找一朵小红花拿在手上，你就可以永久看到了。你看你才在胡说吧？这样很会骗人呢、欸，这样好过分哦。真的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难怪你死了，难怪你被抓、啊。这个秘密，我只告诉你哦。我躲在哈基的后面，我躲在哈基的后面。哎、欸，可是这边有很多哦，那哦，那不是你哦，哦，那是什么？哦，西瓜，我、哦、看错了。哦，不是我。我旁边跟我说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那是西瓜，他是西瓜那边。